不是就台糖这件。如果他刚才所提到的血水保存不当、没上锁，可能造成台糖西部特洛，那其他三十九件同样的标准也应该会验出来啊，也会有西部特洛。那我们是要提供里面的监视器可以给他们看吗？别的也都是会有血水，也都是也会有这个解冻情形，也是会有这个没有上锁。可是别家的肉品为什么没解？其他国产猪为什么没解出来呢？所以我相信正确的我们可以据理力争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到现在为止，我希望知道真相，不要找理由。对，我们一定要查出来。我们大家都要真相，对不对？别的肉品公司，别的国产猪没有啊？对，因为我们同仁是抽，我听他们解释，我就很有，他们抽的是四十件。有各种国产猪啊，市长，那你认为这个真的是个案吗？台糖公司的这件有。市长，我请教，难道我们要维护台糖？你认为这个是个案吗？就四十件来讲，就台糖个案有，所以台糖他自己要去找嘛。所以基本上别的肉品公司、别的这个国产猪、别的公司为什么没有呢？只有你台糖有，那你台糖自己要去努力找啊。这个就像好事多检验出来，好事多你要去找啊，难道我要去帮你好事？好，议员时间到，接着请林浩佑议员发言。时间宝贵哦。